嘿，hey, 又是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看 Tinder 加 Chat GPT，原因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有一篇教学，教你怎么把 Chat GPT 跟 Tinder 串接，然后教学非常的详细，然后有一些指令，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吧。那在这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需要帮 AI 建立一个人格。我在这里建议的是，你是一个幽默的人。然后如果聊三句的话，你就要邀请他去酒吧。 在建立账号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的照片当成大头贴，然后在名字上面有备注 AI。我一共放了三张大头贴，在这个世界上最寂寞的地方，看看 AI 能不能发挥一些功效。但没有想到，一进来之后就被发现，诶、欸，我不是真人，所以就拍了一些照片来做验证。 过了大概两天的时间，一天半的时间就验证完成。最一开始的效果其实没有很好，因为它非常的粗暴，在这个需要温柔的地方，所以就一开始就直接问对方要不要去酒吧，然后结果都没有人要回复，或是诶软、欸、性拒绝，所以我决定应该要先调整一下我的这个人设。 因为在听的上面测试的成本在太高了，所以就打开 Chat GPT，我又给他一些很残酷的回答，看他会不会也、欸、比较友善的回复我。最后我们用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式去给他指令，就是第一句话要说什么，第二句话要说什么，然后把它放到城市码里面。那我一开始跟他说呢，诶、欸，你是一个网络聊天室上面受欢迎的人，然后你幽默大方，充满魅力，然后这是一个全新的对话。 那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透露你的 AI 身份。那目的是要让整个对话可以一直往下延续。那最重要就是第一句话你要赞美对方，然后第二句话回复的时候，你要让对方有这个被陪伴的感觉。然后最后问对方会不会想要去酒吧跟你一起小酌。过一段时间的配对之后呢，我们发现对话开始变比较有趣了。 除了第一句话是我打的之外，后面他开始除了强硬的要求对方去赴约之外，也会开始夸奖对方，是时候也会透露自己的身份，然后开始和对方聊。诶、欸，没想到对方真的就聊下去。其实如果对方有开一些话题或比较主动的话，聊天聊起来其实蛮顺利的。像是和这个人聊天就聊到说，诶、欸，是不是对红酒感兴趣？ 然后对方就开始说他喜欢什么样的红酒，然后还有过去喝红酒的经历。但假设如果对方聊的没有很积极或没有很热情，他回答都很简短的话，还是可以聊得下去，只是聊天的话题内容可能就很容易会鬼打墙，一直重复，甚至整个聊天的氛围他就会往比较哎还好的地方走。好啦，最后再来做几个总结。其实 Chat GPT 他已经聊得还不错了，我觉得已经比某些 呃，比一些真的很不会聊的人还要再会接话了，至少他很敢去回讯息。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值得加分的地方。那当然还是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值得注意的事情，比如说在下指令的时候，没办法去下说，而、呃、你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你需要给他一个具体的指示，而且是最好是泛音泛用的，像是哎、欸、你在第一句话要去赞美对方，或是你在第二句话要去呃。 体体谅对方的感受，然后回一些讯息这样。那再来就是在聊天的对象上面，男生的接受度通常会比较高，甚至是乱聊一通就会哎直接要约碰面，或是交换 Line 或是交换其他的联系方式。可是女生她就会比较在意你是谁，会一直呃针对你的身份然后去纠缠。那最重要的事情在。 一开始的指令，如果你给他一些比较强的目的，或是你甚至跟他说：“诶、欸，如果你聊得蛮顺的话，就要约对方出来，在交友软体上面，通常都不会成功，而且很容易鬼打墙，或是很容易聊到两个人的气氛不是很好，或是快要吵架。”我觉得 AI 还是有一点呃机会，但是他会很看重他的呃在交友软体或是在这种寂寞经济下面的特定的领域或市场。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呃感性，或者他比较注重过程，AI 现在可能还没办法做到。但有些人，他可能只是想要瞎聊，比如说在随机配对的匿名交友上面，他就可以聊得很开心。